Hello，大家好。这集视频我会示范在 iPhone 或 iOS 系统怎么下载节奏大师。首先，我们需要打开 App Store，然后点击右上方的个人图像，在账号名这里点击一下。此时会需要密码或脸部扫描来进行登录。登录后，点击 Country Region，也就是国家区域的意思，点击 Change Country or Region 进行更换。 往下滑，找到 China Mainland 中国大陆，点击它，点击 Agree and Change Country，再点击右上方的 Agree，在 Payment Method 付款方式选择无，在 Billing Address 随便填上一个地址，只需填写那些必填的，随便输入手机号码，完成后。 点击右上方的 Next 到下一步。OK，这样就成功更换 App Store 到中国大陆区域了。点击右下方的搜索，输入“节奏大师”并搜索，这个就是了。点击这里开始下载安装。OK，方法就是这么简单。希望这个视频能帮到你们。喜欢这类型视频，记得订阅给赞哦。